在自拍，嗯，然后呢再来是开阿拉斯，这个阿斯塔的部分，阿斯塔，然后先按连线自蓝牙，先连蓝牙有线，这个这台还没更新呢。哦，你跟他是用蓝牙对位，对蓝牙，所以它转动跟拍照是联动的，哦，对，才连续，才还会晃动，要不然一般手动会晃动嘛，对对对对，不水平，哎，这样还顺畅。手工版的话，可能花很多时间，它这个两分钟就完成了，哦，两分钟会取代十分钟或是一小时的一个工作流程。啊，拜托，人家澎湖没有钱了，啊，那个3000块的东西他们买不起的，啊。嗯，买得起的，啊，我这边有4万呢，我这边来钱。对，我们也有，我找到钱了，我找到钱了，我们得到4万，我们各买一台。你们是什么？我们教育，哦，就教育推广那个会议啊。对啊，哎，啊，你看杨董，我够意思吧？带两客户来，那关我什么事啊？对，还有不是，欸，钱又不够赚的，结果是我还是负责解说了，你看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感谢杨董哎。我已经做代理商了，台湾代理商。不是叫阿远吗？我记得阿远对不对？阿远，我知道。要我在讲，我跟那个少年说。这些新创行业，他跟我谈的时候，事实上他已经，阿远他是代表，他在帮他经销，他是哎，你们这能不能给我样品？哦，我们没办法给你样品哦。那要不然我跟你买好了，请问一个多少钱？居然照一下，照一般人客户的波动，你看这家公司啊，我后来了解之后发现说，他们的资本已经烧光了，他们现在急着要有入账。那为什么鼓励你们买？因为我觉得。资源新创团队又不是很贵，对对。然后你再不给他买的话嘞，倒掉了。他现在是资源我没有错，我问题他倒了，谁资源我？那如果说每个人都透过我的资源，然后他都是免费的话，那绝对倒。绝对倒。我决定要买嘞。我怎么下载这么慢？还没更新吗？是还没更新到这样子。